乖孙呢？傻笑，好近，阿公，好近，我牺牲哦。过了28岁就要穿的成熟一点。傻笑啊！我必须要拍给我妈看。现在钥匙圈很那个传神。哇！男人过了20岁就不能像个小孩子。应该穿的成熟稳重一点。阿公给我钱，他那钥匙是你自己的？当然不是啊。这是未来的阿宝，好帅哦！我会长这样吗？压力好大，还是不要变老。很帅啦，跟那个健美阳明一样哎！我找给你，这长得很像一个人哎，然后这脚好像又说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很像有一个，真的长很像这个人。阿宝这是卡爷爷啊，圣祖鲁。我只能说到了那个年纪，看大家看也都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我女朋友抱我，猜一个成语。她去做梦。知恩图报。知恩呢？霍尔的移动城堡第二集是什么？什么？霍尔移动城堡二。霍尔的两栋城堡。你知道消防车要开什么车吗？消防车。消防车。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容易喝醉吗？我不知道。猴子啊。你有没有喝到 monkey？ monkey。假装胆，假装要是吧？猴子胆。所以他很会醉啊。我都不知道签名到底要怎么签。OK， 我来 N 乘3 L， 丑死了。哎、欸，演员说他签名有含义啦，二啊，第几是字二？第二名。我不知道怎么，我都忘记我要怎么写了。正常就写个 N， 你不要这样画、啊，就是这样。医生，我这样拍过去，你画了一张。啊，去越南不是有人签名，他找王子修签名，王子修真给他签王子修。你签正的，你是会后悔。我讲，我觉得签签名证有困难的。那就好了，自信自信。我是真的忘记要勾那一下、啊。小熊维尼，不好签。哦哟，哎，可以啊、哦，可以啊、哦，怎么有人在罚写啊？你要写100遍哦。没有，我在看怎么写比较好。大哥，别签了，别打牌了。一鼓作气，我这张怎么看？要签到我的脸上哦。很倒很倒。哎，这个是 M L 啊， M L 啊。哎呀，可以，很艺术，很艺术。差不多啦。你打这什么？泡泡纸。我桌上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一部的那个叠叠乐，幼稚园有玩过啊。挑战极限，是什么？指定的桌，指定的桌。可怜不搬进下一个，哎，你念错，你呀、啊，没有人，没有，没有，那下一个还是我，到底要换我了没啊？敢不敢换我？别吵，哎，不太稳哦，你还托福哦，哎，喝一口再继续，应该再高一点，非常的轻松，再抽一次，可怜，要顶上去啊，要把它顶上去哦，什么？指定能抽，狗哥来啦！这个还这么多，狗哥来！你看，根本就没差，喝一口再去跳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要我喝一口再继续，你知道吗？让我的专注力增加。喝一口再继续。为什么都没有指定能啊？那能抽这么快？喝一口。哦哟，再抽一次啦！哎，喝一口再继续。稳的，冲的，哦，你这么巧，哎呦，明达，喝一口再继续，可恶，怎么再抽一次？对，你们再帮他，喝一口再继续，违章建筑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再抽一次。正哲，我跟你喝一口再继续，我的哥哥就放歪一点。哇，只是看你死定了。喝
你们不是在给我难看吗？违章建筑，没关系，我这样吗？你这个人下面有写字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下面有写字哎、欸，写什么？在什么意思？我想隐瞒呐。啊啊！好，你输了。啊！